我现在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感受，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选择。 说你一个姑娘家女扮男装来军校，我怎么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企图啊？你跟顾燕珍虽然吵吵闹闹的，有时候吵得不可开交，但我知道你心里是有她的。谢谢，你听好了，我爱你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我喜欢你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。 我有喜欢的人了。生日快乐！你懂我意思的。原来不知不觉中，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了。你不是说我搓衣板身材，前后看着都像男人吗？这么恶毒的话，我说过吗？你说过。